是我们大学同学的婚礼，然后呢很奇妙，我到现在23岁才参加同学的婚礼，第一次，所以呢真的不知道穿什么，因为平常我都穿得太中性，所以今天就特意穿了很 girly 的装扮，就自己也是有点小不适应。我今天还准备这个，我之前在日本买的，大家应该有看我介绍过。然后我今天想要用它拍一些照片，之后可以留作纪念。今天准备好美美出席了吗？等一下呢，就见真章了。为什么这个语气？因为新娘是我。你在想她老公？对，听说很大。就觉得太好，很快的风格。这上下就是很冲撞这样，可是意外的好看是吗？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就会有一种很像青蛙装的感觉。你说很像是蒙拉，对不对？对，真是有小荒谬，真的有点。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好了，这件。是这一件吗？对，先不要好了。现在呢，我们买好东西要去西门找那个很臭头发的同学。我们跟他会面了。对，他今天头发很发型很不懂，很像男生，很像鸵鸟的那个落叶之类的，鸵鸟的羽毛，感觉是中年失业。好坏，超多，真的很丑。我们家见真章，对，带你看一下到底有多丑。丑头发，丑头发。你平里好看吗？还可以，好看他就买。好看，好看。好看，是不是很好？我没有，真的好看。我们在车站。你在录影吗？录影啊！看一下我被阿妈，我变成阿妈的瞬间。哎呀，等他自然一点。大概一个小时。好，等一下来我们瘦七公斤的阿伯。啊，你要打招呼，你要用日文打招呼啊。안녕하세요，这是哪一国？韩国小雅子，小雅子现在要出发去寻找一个比较亮点的东西，对，比较 colorful 的东西。对，但是我们时间所剩不多，我要去抱他。好啊，你去。但是我要准备一个球。好，我们思雅要去抱他，看一看。Let's go。耶！哎，那人叫女生爸爸全部转的啦。可以，可以，可以。不是靠两男两女吗？今天对啊，三男一女是怎样？等一下我去看女。完成完成啦，我看一下。有啦，这可以吧？多的话这边可以吗？不会不会。这边有一包吗？有。出来啊！我照镜子。有两包。有很大包。两包。上面一包，下面一包。我们现在在准备。我们每个人都是写红包。要哪种？不好意思，我们要包红包了，是谁的？肖恩琪，哎，自己红包自己拿着啊。美满良缘，美满也对。天作之合，加我天成，加我天成。嗨，今天我们都很美哦。啊？没有是谁们找的？你到底是哪一个婚礼 ？Sally， Emily， Serena， Ruby， Ruby， 哎 ，Hello， 掌声！哎，又是伟咪耶，伟咪，你连我们来西门都知道，伟咪，好，伟咪，这是我们忠实粉丝。对，但是我们等下参加婚礼，哎，伟咪终于才超跑哎，劳斯莱斯双，我好窄，嗯，你很窄啦，很窄。谢谢维密的支持，谢谢了。我们是有一点久没有出现了吧？对，阿美惠进来了。艾美惠，美，淑美，淑美。哎，那边有秋晴，秋晴，秋晴。秋晴，戴头盔。好了，我们等一下在婚礼会场见了。我们到了啊，一剧场，一剧之区。你们来了。那个是雅天吗？
留情班，留情把屁股翘起来，来一二一二三，耶！我的日本男友，啊，你给我讲日文啊，快点快点，深情的表白。これこの子は私の彼女です。可愛いて綺麗し、めっちゃ好きです。愛してる。好像变态。好了，我们喝一杯，喝一杯啦。哎呀，再蹲下一点。好啊，怎么叫？不用教了。耶！这个三江有问题啊。那我给你介绍我们第二任女友，妮妮。是谁？妮妮。我拿我这一张。一个人哭泣。
在那个厕所。等一下见，好像不同班。你要回哪里啊？新娘是什么一回事？马上复述。哎，你的光环不见了。你好平民哦。你好。有广场吗？你好。哎呦耶，王爷。有给有给。来吃这个。好。来听听看。吸了气体之后，안녕하세요저는임소녀이라고합니다귀엽다귀엽다어소녀입니다해볼래요개무같아요大家晚安不好意思讲话有点扁小扁小扁其实我自己也可以真的我自己用的马上回来不好意思罢休了罢休了小姐见面会成功。